高丽喷射实施年四十没有高顺在开车进入深陷航往北北启动。预定在十七点设备到达台中站，十九点三十分到达台北站，二十点零十分到达终点七路站。本次在高雄站开车或沿途停靠台南、彰化、新营、嘉义、斗南、斗六、田中、园林、彰化、台中、丰原、苗栗、中南、新竹、中立、桃园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汐止、基隆等站。本次在下一站是台南站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在十点三十分由高雄站开车进入三线，会由台北启动。今天列车七点十二分到达台中站，十九点三十分到达台北站，二十点空四分到达台中启动。欢迎乘高雄站开车的乘客，台南、彰化、新营、嘉义、斗南、斗六、台中、云林、彰化、台中、丰原、苗栗、台南、新店、中立、澎。朋友来帮上山，司机一路延伸，每场二级升起在六千。第一个零号本次全面禁止吸烟，请您不要在矿中室以及在门口吸烟。本车准备禁止交配，请您旁边也本上来前门口交配，还是别发送。第一个零号为了你路上送你的方便，本车在车上消水用粉中并且太阳壁。以及花梨名菜、黄金奶油薯条、新鲜美味送你到包，以及各种零食，有一丝牛肉干、猪肉干、腰果、综合果、凤梨酥、海苔、水相思、苹果洋芋片、绿茶、寿泡、花泉水。因为销售有限量品路，今年商品有纯金9909所打造的追杯进攻龙凤造型纯金项链，并附有保证书，以及最新的2015年羊年生肖金银双色纪念币，每套售价1200元，值得收藏或赠送给亲朋好友，以及小朋友最爱的不用马威力小火车，每台售价90元。车上话，请您下面购买。
Thank you.
台南